2024行九運咧，有機會大旺全香港啦。嗱，我就聽過咧，九運咧就特別旺女性嘅。師傅，到底咧喺呢一個2024香港嘅女性係咪特別旺啊？離卦就係代表中女咁嘅意思，咁所以咧，相信咧女性好多範疇咧裏邊都會成為一個主導噶，而且咧喺社會嘅地位啊、能力方面咧都會提升到，女權主義咧都會成為大嘅趨勢噶。如果想提升九運的運勢，當然是吻合屬火的卦象，顏色一定可以幫到你。屬火的顏色就有紅色、粉紅色、紫色、橙色這些系列。至於在奇門遁甲，亦都是代表色彩繽紛，一定比黑灰藍好。